你父亲是因为马文综合症去世的，这种病有遗传的可能性，我建议你不能等朱峰。朱峰离天上最近，我希望他可以在天上看到我登顶的那一刻。山就在那儿。我叫阳光，在导演的帮助下，我把阳光这个角色塑造得更丰富了。他的人生当中有非常重的打击，他依然能够把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。不能算了，一定要 OK， 我们完美再来一场。真的就是和死神的一场较量。信念告诉我，我要这样做是对，但是能讲出来吗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我父亲特别后悔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一直想告诉他，我很好，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。